他从一出生就是在疫情之中，他生于疫情，死于疫情，好像塔利班对这些事情视若无睹。如果基隆诊疗医护资源量能不够了，林佑昌就出来讲讲话。这个谢国良前立法委员哦，其实他有访问，你记不记得我们看的都觉得很伤心的那个基隆的两岁小朋友，这个谢国良找到了这位爸爸。我请各位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从话语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多着急多无助。 他只有这个小孩。我的了解是他大概到12点多才让你们转到台北荣总吗？那这段时间有给他其他什么样子的救治吗？就是中途就是这段期间，就是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在等，但是他就说他有联络医生，但是我们一直都在等。然后只要那个我儿子一开始抽血，我们就马上又在跟那个护理师讲，但是护理师好像也只能过来帮他打类似什么抗抽血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塔利班对这些事情视若无睹。如果基隆这个诊疗医护资源量能不够了，林佑昌就出来讲讲话嘛，你就帮你的人争取一下权利，而不是就这么放任你的民众受伤受创。欸，他就一个两岁的小孩。欸，你知道这个爸爸最后在争的说，媒体不要再报道我儿子是在救护车上被转院的时候就死掉了，他明明很认真的一路努力挣扎到转到荣总才过世。你看 我自己听了是觉得很伤心啊，就是一个爸爸到最后只能争取说让他的儿子哦是勇敢奋战到最后一刻的这件事情被大家记住啊，他甚至没有要追究谁的责任啊。我觉得最后我讲一件事情，我再听一看巧心的意见，就这个两岁的小孩子真的很可怜，他从一出生就是在疫情之中，他生于疫情，死于疫情，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台湾或是全世界没有疫情的时间，但是他就这么走了，我真的是觉得很让人觉得心酸啊。